正义的裁决即将降临。各位英雄，战斗即将开始。即刻动身。距离开门还有很高十秒。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必须开始战斗吧！我们的时间不多。是啊，真了不起。终于要动身了。哦，那招看起来很致命。双杀，各位英雄。夜幕将至，希望你们准备好了。终于要动身了。承认吧，你喜欢杀人的感觉。哦，看来有人偷练哦。连杀。时候到了，做你该做的吧。精品了，终于有了。敌人死亡了，
英雄，而我的孩子们得休息了，保准脱线。正义得到伸张，我必须行动。我不愿选择天赋，但是敌人召唤出巨魔了。这群佣兵应该派得上用场。照耀王道，选择天赋。朋友，我的法力不足。集中攻击这个英雄。坚定信念。我方摧毁一座堡垒。朋友，做得好，再接再厉。照耀我的道。夜色夜色再度低沉，花魔很快就会回来。还好吧，坚定信念。
来摧毁这个堡垒。绝不留情，选择天赋。休息了，选择天赋。你的巨人被击倒了，你摧毁了一座堡垒。我们成功了。我的巨魔苏醒过来，你的巨魔开始枯萎了，我建议你动作快一点。这就对了，你的巨魔诞生了，用它采收敌人的尸体，摧毁这座堡垒。双杀，三杀，这叫四杀。大屠杀，
新品了，我们的时间不多。我们应该拿下这座佣兵营地。你收集到足够的种子，巨魔成长茁壮了。人巨魔等待着你，来吧，取得他的力量。起来，我的巨魔，夺走敌人的性命。等待着。正义的裁决即将降临。战斗即将开始，朋友，希望你准备好了。这个战术很高明，终于要动身了。距离开门还有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。我必须行动。一，杀戮，战斗，散播我的包子。杀人的感觉，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各位英雄，夜幕将至，希望你们准备好了。终于要动身了，生。
斩杀，你的花朵会再度绽放。正义降临世间，时候到了，做你该做的吧。坚定信念，我们必须严惩这个敌人。我们的时间未多。坚定信念，我们的时间不多。绝不留情，你最好去治疗一下。永恒等待着你。了解。我的孩子得暂时休息了。连杀，敌人的堡垒垮了。永恒等待着你。治疗者，我向你致谢。照耀我的道。选择天赋。这个很有意思。正义得到伸张，终于要动身了。
同一时间，双杀，受死吧！我们的时间不多。各位英雄，入夜了，月光衬托下的花园我最喜欢了。小心，我的植物喜欢血的味道。我胜利了，选择天赋大屠杀，真是脆弱的肉体，干脆抛弃他吧。我的魔出现了，消灭他们，收集种子。你们终于有足够的种子了，巨魔正在成长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收成的时候到了，让我的巨魔苏醒过来。你的巨魔诞生了，去吧，采收敌人的尸体。敌人的巨魔已经化为乌有，你的巨魔倒下，你又变回了弱小的血肉之躯。选择天赋，看来你又熬过了一个夜晚，很不错嘛。双杀，三杀，四杀，五杀，终于要动手，所向披靡，敌人全灭，受死吧。摧毁要塞，必须行动。这么需要治疗国君的人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。照耀我的道路。我们的时间不多。
我的仆人会收拾残局。喜欢血的味道。你太厉害了，师傅。双杀。一路恩，请赐我们力量。一路恩，请赐我们力量。正义由秩序而生。
现。各位英雄，准备迎战。完全同意。即将开始，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战斗吧！团结就是力量。击倒那个英雄！双杀！古老的祭坛复苏了，控制两座祭坛就能解放龙骑士。为了艾尔。同时控制两座祭坛，就能获得巨龙的力量。卡拉卡拉，为了艾尔。伸向你，你得尽快了事。选择天赋，我对你的选择从不谨遵指示。你的英姿永存人心。选择天赋。
请遵指示。选择天赋。Caracalla。两座巨坛正在聚集能量，龙骑士从石像里发出怒吼。英雄，龙骑士在等待你们，释放他，消灭你们的敌人，击杀敌人。要消灭虫族，就要拿下他们的女皇。精彩的击杀，天命难违。选择天赋。请遵指示。选择天赋，双杀，三杀，离刚除灭，没入永恒之中，连杀。请遵旨。你
的连杀中断。祭坛马上就要复苏了，毁灭一切。龙骑士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这是命中注定。连杀！选择天赋。选择天赋，有了足够解放巨龙的怒火，大屠杀。要塞摧毁，很不错的贡品。靠近了，金尊指示与我们为敌只有死路一条。
巨龙觉醒的时刻到了，释放他的力量，要塞摧毁了。当然。精彩的击杀。愚蠢。这是命中注定。英雄，你们赢得实至名归。